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很红的 Death Trips 死亡之旅，又被戏称为死亡半岛。最为人熟知的就是那个碰瓷的女鬼，当年啊，让众多主播想方设法救她，却还是个永远只会自摔的丢脸鬼。当时也被誉为最搞笑的恐怖游戏。不过前阵子作者居然更新了隐藏结局，我们需要用到开局柜子上的钥匙，果然就是当初留下很多悬念的这把啊。进去电梯后开门，直奔左边最后一道门。以前我试开是没有用的，但现在就可以打开了。除了地上的尸体，还能看见墙上字写着谢谢你摔了这三年，算是作者的一个回馈吧。但正当你走出房门的时候，电梯却突然打开了，而且不见人影，然后感动，你终于成为了一个称职的鬼了。